感谢动空间精彩的演出。接下来介绍 KOD 龙中之王异种格斗大赛，由降龙总武所主办，属于我们台湾的商业格斗赛事。异种格斗顾名思义，融合各种武术的长处，提供公平的舞台供选手发挥。由于规则特性，例如在地板攻防只有十秒，各家武术都可以发挥所长，因此常能看到很独特的对战组合，像是咏春拳对泰拳、空手道对 MMA、拳击对柔道等，不同风格的武术在这个舞台上碰撞出不同的火花。大家可以 Google 龙中之王 KOD。目前场上八角铁笼是由中华民国综合格斗协会提供，非常感谢他们。大赛即将开始，现在让我们来欢迎蓝方选手张家伟 The Black Widow 黑寡妇。接下来进场的是红方选手萧新奇 The Pyramida Flower 彼岸花。来，双方选手请上前。来，选手都清楚这是比赛规则吗？好，使用合法技巧，禁止犯规的动作，保护好自己，为观众打出一场好比赛。然后要碰个拳吗？好，很好，双方请退。
快，有力，有力，快！好，今天开始来。哎，回收吸带动，回收带动，哎，慢慢来。双方在用脚来试探对方的距离。对，我也拍一下。好了，没事没事。黑寡妇代表的是 kickboxing， 重视的是动作的流畅性以及节奏的明确，是相当具有可看性的武术。而彼岸花代表的是散打，就注重远踢、近打、贴身摔。哦，双方一个踢击，非常漂亮。是。哦，哇，两人开始换圈了。哇！来来，站起来，走，站起来，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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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接到了，摔到地板，漂亮的地板拳，哇，被黑寡妇一个踢回到站立起。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黑寡妇的踢腿都可以命中到彼岸花的腹部，这对选手来讲，其实对体力的调试非常难调试回来。我一个高踢，高踢。哦，刚刚那个 DT 非常相当的重哦。哦，大家都应该有听到，哇，黑寡妇做出一个挑衅的动作，哇，这个拳，彼岸花立刻用拳回击，走，哇，接到摔地板，头摔，哇，哦，抢到背后位置，哦，立刻后背的打击，但黑寡妇哦骑到了坐山式。地板拳，好，十秒的时间到。好，双方起。再度用拳来试探距离。双方的步伐。一个漂亮的转身拳。啊！哇！双方有来有返。好，一个漂亮的踢击，迎击的右拳。啊！情报再次又进入地板。坐山式，黑寡妇哦，彼岸花用地板拳，黑寡妇一个腰桥把他翻了过来，把靠了，哇，时间到了，好，十秒要起来，三十秒，快，哇，一个拳脚交换，刚刚做出的是一个泰拳的吸击的动作，来对对对。哇，一个吸击也报到，背后一个摔，哦，又进到了坐山式，坐地板拳，这其实是 MMA 最常使用的一个方式。时间来到十秒，哇，地板拳哦被裁判阻止了，剩下两秒，哇，其实是哎，非常精彩。宣判比赛结果，双方胜。非常精彩，让我们来谢谢场上两位美女选手，两位都是冠军选手，也都是非常漂亮的，而且我们彼岸花是护理师，另外张家伟是美发师。接下来男子组赛事，让我们欢迎男方艾烈特的 judge 审判者。Uptown downtown, everywhere we get you down, it's about to go down. Are you ready? Are you mom? Get set. Let me hit you with it.接下来进场的是
红帆选手王怡天 The Dragon of Taiwan 台湾之龙，格斗界都称他为拳龙。双方都知道是比赛规则吗？哦，请使用合法技巧，哦，注意静止的动作，保护好自己，打出一场好比赛。有需要碰个拳吗？好，很好，来，双方退。再次一次反转，
地板直接结束，两人就要站起来了。来一个切入不会全龙，现在在下位，一定在上位不断的进攻。好，一个反转，全龙在上位。好，裁判介入，两人必须起立。一点切入跟打打波内双手跟，一个反转，现在反而是全龙在上位。要让双方起立，相当的亲密，相当的一个贴击。哇，现在转向，全龙不放弃啊，现在转到上位。我们 Alien 一个三角锁，巴西柔术，一个侧压全龙，试图要把 Alien 压在龙边。再切入，带入地板。好，比赛结束。宣判，双方平手胜。接下来，我们将主持棒交还给露露。哇，我们再给我们台上的选手一个掌声，好不好？我们先让我们的选手出笼一下。Thank you so much.